哎，张岩，我现在到了，我就在你们这个酒店的这个外面呢。大嫂，等我。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先忙，我在里面等你吧。 等会儿帮大家准备了龙虾大餐，每个人都有一只大龙虾，慰劳你们，辛苦了。谢谢。谁说我不是龙虾？哎呀，你别闹了，一会儿都吃了。你来了。嗯。等很久了吗？ 没有，房间帮你预定好了，跟我来。好。有酒吗？嗯，Hello，有酒吗？有。有酒。他们都饿了。啊。哇。 好可爱！嗯，我看这鱼挺可爱的。 谢谢。走路还是要当心一点，鞋带开了，绊倒自己怎么办？嗯。走吧。这是你的房间，房卡给你。谢谢。那你住哪儿？ 我不在这边，在楼下。哦。哇，这么大！这底下还有游乐场啊！酒店这么大，我觉得我随时都能走丢，我方向感特别差。把你手机系统的账号密码告诉我。 干嘛？有用。嗯，账户是童年的拼音加上我的生日，0320，密码。密码忘了。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哦。不对。我还没说完呢。 你的生日加我的生日，0214。
0320出门记得随时随地带着手机，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你了。我不是想要监控你，只是你刚才说这里这么大，怕走丢，我也怕你遇到坏人。你为了我一个人来到三亚，我也得为你的安全负责。还有，我把我的定位也打开了，这样你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找到我。没想到你还会弄这个。过让他教的。长途飞行辛苦了，早点休息，我先走了。那我明天干什么呀？这里娱乐设施这么多，随便玩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韩商言会不会约我去潜水啊？幸好我带了这个。我一会儿要在这里开会，你自己先去玩一会儿，觉得无聊了再回来。不用管我，你忙你的吧。这个给你，这样进出会比较方便。放心吧。注意安全啊。关哥啊。你们老大带家属来了，可不嘛？哎，那不是吗？哎，大嫂，要一起喝杯咖啡吗？我一会儿再过来。队长，你能不一直盯着人家领队看吗？你说。带上他，偷偷看。训练去吧。不是，耍什么酷啊？童年，哎，阿晴，哇，你也有工作证啊？刚刚韩少言给我的。但是职位上怎么什么都没写呢？看我的。队长，别耍酷嘛。我也不知道，他刚刚给我的时候，这职位就是空的。你职位上如果不写的话，人家是不能让你乱逛的。是吗？那我得写什么呀？你就写家属。这直接写上不是很好吧？没有什么不好的，你就跟韩商言说，你给我写上家属。如果你不写家属的话，下次我就不随队了。可以跟你聊两句吗？见了好几次面了。但都没怎么好好说过话。当然可以了，跟你聊天是我的荣幸，高兴都来不及呢。那我请你喝咖啡。谢谢。走吧。你跟韩商言差好几岁吧？差了十岁。差这么多？那你一定不是他的粉丝。韩商言出名的时候呢是21岁，那个时候你才11岁啊。我以前根本不知道 CTF 什么的，听都没听过，所以也不是他的粉丝。不过自从认识他以后，我就成了他的铁杆粉丝了。真的是没想到，以前呢，我们都觉得老韩一定会找一个跟他有共鸣的高手。过去追他的人啊可多了，那当然现在也很多啊，所以我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万人斩。斩断所有迷恋他的眼神。那喜欢他的人有这么多吗？当然了，他是谁啊？更神啊。